制片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再来，基本上制片要有很多的技能。怎么说呢？道具生不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生；变装生不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生；粪粪生不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生。所以大致买任何东西，小吃、甚至也吃喝拉撒睡，就是我的一关。